同学们作业写不完，然后他们写完了，然后但是打印店已经关门了。第一次买的时候只买了500张，现在印不到5000张，一个月就打完了。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就挺多这种宿舍打印的，但是我们这一栋宿舍楼是没有的，所以我就觉得需求量也挺多的。我们学校有打印店，然后这个打印店它应该是离女寝比较近，离男寝比较远，应该是男寝那边先做开的这个宿舍打印。打印店比如说9点关门，我们可能可以到12点这种。黑白单面是3毛钱，双面是4毛钱，一打印店一。我们这一栋之内免费配送。比如说发了3套死记资料，然后他所带的班有6个，然后一个班可能就有40个人左右，每个人就都要一份，然后一份可能就不止有1-2张，可能有2-3张、3-4张这样，所以它的量是比较大的。记得去年就是2000多，除去成本的话，成本1000的话，其实去年盈利也就是1000左右。一学期来了一个月是2000多，10几20个吧，多成本就2-3个、3-4个。上学期期末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我们熬到凌晨3点，都在打印。主要还是想花就是零碎的时间来做，我们要兼顾我们自己的学习，做到毕业吧。如果大四就是要就是出去外出那些就。